次把讲了谁又抢了他，和和明明最鸡巴就装得很善良，整天算别人这样真的快乐吗，还是自己买一支牙刷来刷。 Oh my god，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，妈妈我们还有救吗。 Only you， 有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，智障这样真的很屌吗？何必瞧不起